有一天，我在后院发现一只黑蜘蛛结了一张巨大的网，横跨两个岩头之间。蜘蛛难道能飞吗？网络是如何跨越这么宽的距离的呢？后来我发现，蜘蛛走了许多弯路，从一个岩头起，小心翼翼地爬行、打结，顺着墙壁向下，步步为营地前进，保持尾部高悬，不让丝线触碰地面的沙石或其他物体，然后穿过空地，再爬上对面的岩头，高度差不多时再收紧丝线。蜘蛛不会飞翔，但它能够在空中结网。这是它勤奋、敏感、沉默而坚韧的特质所造就的奇迹。蜘蛛的网络精巧而有规矩，仿佛得到了神助。这样的成就让我想起那些沉默寡言的智者和执着的人。因此，我铭记着蜘蛛不会飞翔，但它仍能在空中结网奇迹是执着者创造的。